剩下还有一点是要底下里面的，然后被这个柱子挡了。这个壁凹坑太凹了，你看这个是新的壁，新开模的壁，这个没有那么凹，但是能不能用换上才知道。镊子出来了，镊子在外面。它这没有螺丝，直接是卡的，瓶口朝上。换了这，换这个。这瓶口总是差一点点，可以调中位，等我调中位，把它调好了。这里是低字，看到吗？对，这个低字，然后低字跟低字互相拼在一起。在手上，不用手，我用手按了一下。就是这个壁，这个凹坑太凹了，压不住那个底子口，所以这里是有开合的地方，这里里面有油漏，锁起来就 OK 了。要调松紧度啊，要不然等下锁太紧会不会回不到中位？差不多，回到中位可以稍微调一下。多机的行程，准备行程，可以调一下。哎呀，懒得锁。行了，这里看一下，视频就到这里。